好难猜啊，这一次。本场竞演的第一名，我们要锁定在两位歌手当中，他们曾经在一起争夺过冠亚军。啊，就是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有过。JCJ， 华晨宇。对，一位是单场冠军的常胜将军JCJ，一位是在本场预投票当中排在第一的华晨宇。冠亚军就在这两位当中。哦，我来。又是我们俩，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哇哦，好成绩！哇，他们在现场都带来了非常具有感染力的表演。Is you? 本场竞演的第一名，画画 ，Birthday present。No, Jesse. 本场竞演的第一名是，念出他名字之前一定要喝一口水中贵族百岁山。好，那么接下来可以大声宣布本场竞演的第一名，他就是华晨宇。华晨宇。来上去，哒哒哒哒，画画，耶！请坐，请坐。我记得花花在编出这首歌的之前就跟我来交流，他说啊，我终于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了。因为我很喜欢周杰伦，所以说我很想很好的去改一次他的作品。然后呢，这一次我也把自己关起来，闭关了很多天，一边想的是不能破坏经典。一边又想要去做一些新的去尝试，所以我也挑战了一次戏曲唱法，对，也是我从来没有这样表演过的。改完之后我自己很满意，因为我觉得我有把国际化的音乐和我们中国最具特色的戏曲的中国风音乐结合到一起，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对，恭喜你。无论从想象力还是现场的完成度都非常的精彩，谢谢。感谢，谢谢。